原标题：童子军，民国儿童如何进行抗日的童子军运动于20世纪初起源于英国。北洋政府时期，国内部分中小学校已有采用。1930年，国民政府开始对童子军运动实施中央统一领导，至1934年，教育部将童子军训练列为了初中必修课，每周三小时。自此，童子军教育进入全国所有中小学校。中国童子军运动的目的，按1933年出台的《中国童子军总章》的说法，是为了发展儿童做事能力，养成良好习惯，使其人格高尚，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人勇兼备之青年。抗日准备时期，童子军除常规的政治、侦察、服务、公益训练外，所承担的最重要职责是配合促成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实施。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其本质乃是一场全民军训，是抗战前夕相当重要的一次民众组织训练。对此，蒋介石在内部讲话中说得十分清楚，新生活运动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能够做到整齐划一四个字。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但新生活运动要求全国民众的并不是直接的军事训练，而是对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规训，如禁止吸烟、禁止烫发等。如此就不免招来民众的抵制与舆论的非议，由童子军出面来监督新生活运动的执行，则成了一种缓冲的办法。正如曾担任新运总干事的黄仁霖所言，有些人指控蒋先生在干预民众的个人自由，因为他大部分靠警察的力量来实施这项新的运动。当我接手之后，我大都依靠童子军和学生们来推动这个运动，所以童子军们上街纠正行人的着装，掐掉行人的烟头，要求行人按交通规则走马路，乃至剪掉行人的奇装异服，是此一时期相当常见的现象。全面抗战爆发后，多数学校难以继续维持常规的童子军教育，童子军运动的重点转向为战争服务。据统计，至1941年10月登记在册的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共有127个，在前后方服务的童子军总数达 1.5 万余人。淞沪会战期间，童子军战时服务第一团曾组合了2500余人，在后方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处承担警卫秩序，协助担架、急救包扎、代写书信、清洁保管、新闻宣讲、抗战鼓舞、社会募捐等职责。另有一部分年纪较大之团员直接前往前线，协助红十字会转运伤兵，其中17人为国捐躯。女童军杨桂敏求渡苏州河，向坚守四行仓库的800壮士献国旗，则被当时的媒体誉为童子军的代表人物。1941年全国在册童子军近14万人，参加战时服务的 1.5 万余人，多系其中较年长者。这些童军或奔驰运输，或忙于救护，或护送难民，或劝募捐书，或慰劳救济，负伤罹难亦无所畏惧。余者则多参加如喊义募捐、宣传劳军、收集铜铁等活动，亦为抗战尽其绵力。在敌后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同一时期活跃的是抗日儿童团，不同的是童子军的年龄多在10到18岁之间，儿童团的年龄则多在7到14岁之间。据近期抗日儿童团简章，儿童团的主要任务依次有6，按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是：1站岗放哨查路条，2侦察敌情送情报，3抓住汉奸不放松，4抗战家属来慰劳，5扫除文盲要努力，6学习生产呱呱叫。敌后根据地与日战区犬牙交错，对儿童团的要求也就更为严苛。如1942年3月，
面对日军的扫荡，北越区青就会曾发起五不运动，要求边区儿童团成员遵守五不规约：一、不上鬼子抵挡；二、不念鬼子的书；三、不告诉鬼子一句实话；四、不替鬼子干事；五、不当鬼子的亡国奴。此外，如扩军、选举等边区政治事务也都少不了儿童团。为顺利扩军，1939年7月晋察冀边区曾号召所有儿童团成员举行优抗周活动，在一周的时间内为抗日士兵家属提供各种慰劳服务，如拿新鲜的蔬菜核桃进去慰劳抗暑，给抗暑佳丽来个彻底的扫除。这七天里，见了抗暑一定要敬礼，婴儿童要给抗暑洗衣服和抱孩子。此外，根据地子弹短缺，搜集废弃铜铁也是儿童团重要的任务。童子军与儿童团都曾为抗日而做出沉重的牺牲，如在正面战场，1941年秋，岳阳14岁学生金继贤被日军掳去带路，他趁机将日军引入国民党守军的埋伏圈，守军毙敌80余人，金以壮烈牺牲。在敌后战场则广泛流传着王二小的故事，不过二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最典型者有三：一、童子军由教育部领导，学校参与度很深，儿童团则受党所辖制，各级青年救国会领导，学校不得干涉；二、童子军服务于抗战者多，系其中较为年长者，总数只 1.5 万余人，儿童团则深入敌后根据地所有乡村，不论长幼，普及性极高。至1940年，仅华北抗日根据地就已有儿童团员60余万人。三、童子军的主要活动是战时服务及后方募捐、宣传，儿童团最重要的职责则是放哨、侦察敌情、返回搜捕、查看更多责任编辑。